各位嘉賓，大家好！今晚真係陽光普照。首先，我祝賀清華太極學會葉滿堂主席、歐佩華會長、各位同仁，祝賀你哋成功！邱佩華會長秉承了我們中華文化，尤其是在太極這方面不遺餘力發揚光大，同人等在歷年來在社區能夠凝聚我們群眾，群策群力做好我們的社會福利工作。這個呢是我們清華武術學會葉滿堂主席、歐佩華會長、各位同仁，是你們的功勞，你們的成功。但我今天看見大家聚首一堂，我非常之高興看到我們的長輩學長，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了六七十年了，龍啟明師傅、廖國全師傅、各位師傅，還有啊，在我們的傳統啊，我們的李九師傅、大家師傅呢，李明金師傅，喂，我們一起啊，為國家的使命能夠啊，將我們新武術，我們在傳統裏面的武術共同向世界發展，是不是各位？今天我值得啊，我今年88歲了，就是89了，阿師傅知道了，我能夠站起來跟大家共同奮鬥，尤其是我在傳統今晚啊，清華太極學會同仁能夠邀請了這麼多貴賓，這麼多我們的學長聚首一堂，這個是我們啊中華民族的團結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所以呢，我們大家今後繼續努力，群策群力，奮勇前進，將我們中國武術不止發向世界啊，還要翻向我們中國廣東大灣區發展，是啊，是啊，咁所以我哋咧今晚啊好多謝我哋各位學長前輩，多謝喺大家聚首一堂各方面嘅武術師傅朋友，我哋前赴後繼發揚光大，好多謝各位。好，多謝曬杜森師傅。好，以下咧